不错呀，中心密度打得挺正。小泽，看我这汗，这都是训练的成果。还没吃饭吧？啊，从食堂给你带了点饭，过来吃。 小三，这些都是特意给我准备的。果然努力付出就是有回报。努力是要坚持的，不然回报会被撤销的。嗯。哇，今天食堂饭这么好吃啊！嗯，连白米饭都这么香。 先去那边。拿着，知道这是什么吗？气步枪的皮衣。你不是只练气手枪吗？走吧。 哇，队长，你穿这一身也太酷了吧！不过我们队长穿什么都很完美。队长，队长，可算是给你借到枪了。说吧，打算怎么卸我？啊？啊？嗯，还挺沉。咱俩枪差不多了啊，毕竟你们气手枪跟气步枪不一样，悠着它。我们队长是全能。对，专用的靶尺。谢了。沈队，我帮你换靶尺。 哎，辛苦了！哎，小姐姐，队长是怎么想着给你演示气步枪的呀？他就是突然心血来潮吧。好了，沈队。 装大了，装大了！哦，太帅了，真的！对啊，十点九啊！你们那个靶子比我们这个靶子大好几倍，我们这个硬币靶你都能，沈队。 射击动作也很规范，沈队的射击天赋果然没得说。我们队长全能，全能，全能，全能！我们队长实力使然，不用这么震惊啊！谢了。队长真棒，太帅了，厉害队长！帅队长，太厉害！队长是我偶像，杰瑞，好啊，这个多酷啊！那么好。 我错了，我知道你不只擅长气手枪这一项了。不过我们还是继续练气手枪吧。等一下，气步枪拳手管这件衣服叫做皮肤，对外能隔绝步枪的后坐力，对内能隔绝包括心跳在内的细微变化。
这些你应该知道吧？给我，先放着。伸手。你射击姿势不稳，穿上它可以增强你射击的稳定性，给你练习找找感觉。沈清源，你叫我？你不记得我了吗？嗨，沈队长，我是瑞直播的唐鑫。从今天开始，我会全程负责射击队的录制日常，也会努力成为一名不添麻烦的合格室友，希望可以得到你的认可。你干嘛呀？当初我们没有很好的开场，给彼此造成了不少困扰。现在，沈清源，让我们从头来过吧。最好是我能接受你，你也能接受我。沈清源，你回房间睡吧，在这睡容易感冒。沈清源，你为什么对我这么好？不是不记得我了吗？还是说，不管你记不记得我，你都会再次找到我？虽然很重，但能解压。能感受到心跳吗？那手机震动呢？看来这是件不太合格的皮衣。没有，很好啊。要是明天2v2比赛和接下来的解说，我也能穿这件皮衣就好了。气手枪和气步枪不一样，气手枪只能靠自己去挑战自己。你也是，唐鑫，加油。全世界都被包入怀。唐鑫，是要跟我击掌吗？这是粘土，想象一下，想象你正握着气手枪的木套，掌握好力度。他还记得我昨天说的话。加油。给我抬高，脚再分开点，与肩同宽，这手放松。过来。
放松。这 BBQ 的味道，宇宙超级无敌辣，巧克力的喷泉。这 BBQ 的味道，密度。这 BBQ 的味道，无敌宇宙超 BBQ 的味道。就无敌超级辣，这 BBQ 的味道，你就超级无敌辣，巧克力的喷泉，棉花糖。走吧。好。这 BBQ 的味道，宇宙超级无敌辣，巧克力。这 BBQ 的味道，宇宙超级无敌辣，巧克力的喷泉，棉花糖，要担心甜掉牙牙牙。这 BBQ 的味道，宇宙超级无敌辣，巧克力的喷泉，棉花糖，要担心甜掉牙牙牙。嗯。这 BBQ 的味道，宇宙超级无敌辣，巧克力的喷泉，棉花糖，要担心甜掉牙牙牙。这 BBQ 的味道，宇宙超级无敌辣，巧克力的喷泉，棉花糖，要担心甜掉牙牙牙。为什么？杜哥来了，好久不见，这边请。走。行行，好哥，来一块儿。请。开心啊，开心。谢谢。哎，等会儿，等会儿。你俩陪我敬杯酒去啊。稍等啊。杜总，好久不见。来，敬杯酒。杜总。杜总。啊，不了，我不喝了。我找你们老板有点事儿。行，那你们先回去喝吧，我们一会儿过来。行吧，待会儿过来啊。行，去吧。哎呀，成稀客了啊。怎么着，不是投身了运动事业吗？怎么今天有空过来捧场了？就随便看，顺便呀，测试一下吧。测试？知道我现在看到那些什么感觉？嗯，就一个字，烦。大哥，你是不是练射击脑袋给练傻了呀？有吗？你要不要入戏这么深？全因指路人。沈清远，不是，大哥，你们现在脑子里也是搭档这件事儿。我说的不是这个，我说的是个妹子。不对，不能用妹子这么俗套的称呼叫她。有故事啊！来，给我说说，什么情况？我走了。哎，才刚来就走？门禁时间，他就给我留了一个小时房。走了。小慈啊，你怎么能有杜凌峰微信呢？你不是说好不加他吗？你又不是不知道，最近我们要打二 v 二，我得盯着他呀。你可注意点啊，别把持不住。我洗澡去了。
丁医生，跟您汇报一下，我最近用说唱练习进展得很不错，而且我发现沈清源对我的态度越来越缓和，偶尔还很温柔，会不会是他想起了什么？无论他有没有想起什么，都是好现象，不是吗？唐鑫，加油！谢谢丁医生，本来想跟您当面道谢，但您这几天都请假了。还有，最近您跟周总有什么矛盾吗？对不起，丁医生，我是不是多嘴了？不应该过问您的私事儿。没什么，人生不如意的事十有八九，可能倾诉的人没有几个。等你再长大些，或许就会明白了。成熟是这么残酷的事情吗？可是，丁医生，我相信一切都会好起来的。说得对，不过希望你永远都不会经历这些事情。还有你的沈清源。嗯，经过这段时间的治疗，你恢复得很好，我想你不会再有什么问题了。丁医生，这段时间真的谢谢你了，如果没有你，我可能都坚持不到现在。以后还不知道有没有机会再跟你见面。当然可以啊。不是，我的意思是，不止于医患关系的见面。我们是不是能进一步的发展一下？不好意思。我已经有老公了，抱歉了。没事。那我先走啊。好嘞，来，那不送了。不如没有啊。嗯，不要胡思乱想了，好好工作吧，唐鑫。你怎么了？你怎么不戴那个？哪个？头套啊。啊。因为我要喝水啊。哦。你要直播吗？嗯。需要我帮你打牌子吗？不会耽误你休息吗？来客厅工作吧。啊？
我顺便帮你打拍子。我开始了。嗯。嘿，男孩，别管靶纸看起来有多小，离你有多远，屏蔽一切，平正准心才是静心之选。我听说射击选手把枪当成信仰，他的子弹从来都是直来直往，寻找命中注定的磁场，让人心驰神往。喂，唐心姐，啊，没事儿，我就是有点忐忑，明天就要上直播了。啊，啊，好的好的，我知道，你先忙你先忙，嗯，我等你方案啊。嗯，好。就知道是。别盯着我眼睛放亮，像是在妄想。心痛快和你一起加入疯子体，快快找出那个人，谁还在假装打瞌睡？别怕被拆穿，要知道你可以相信这感觉，谁管他明天会如何？谢谢榜一大哥，请问榜一大哥有什么额外要求吗？比如说额外点播解说什么的。好好直播，不要乱认别的大哥。好啦，谢谢大家，拜拜拜拜。不是，怎么在拍墙啊？卡了吗？这个要打开吗？你开吧。Thank you.
我可以问你一个问题吗？嗯。你最近为什么穿这么多？啊，你不是一见我就口吃吗？我想是不是因为我衣服穿太少了，所以索性我就多穿一点，免得你瞎想。我才不会瞎想呢。我说的是瞎想，嘻啊瞎。所以你是为了我穿这么多的？嗯。谢谢你啊，但是你没必要穿这么多的。我觉得我们有必要来一个测试啊。嗯。还没下播呢，这是在干嘛呀？我开始了。没事吧？现在我知道了，到此为止就是和你相处最极限的周长距离。我会记住的。哎呀，唐鑫啊唐鑫，这是你自己送上门来的，你可别怪我呀。喂，老师，你认不认识就是可以简单处理一下视频和照片的人啊？嗯，我今天晚上就想要。嗯，好，谢谢老师，我现在就发给你。嗯。这是401吗？啊！哎，姐，你怎么来了？我这是送妈妈给你的被子呀。不是说好寄的吗？寄什么呀？我不太想说，你怎么能老老实实的把地址告诉我？彭立新，你学坏了，心思变深了。没办法，妈教的好啊。不是你想的那样啊！你们这还边拖边拍啊，有点东西。我去！你说你
我知道你平常反应比人家慢半拍，不过你这个胆子也太大了。姐，你房间在哪儿？我把东西给你放进去。我来吧。啊，谢谢。姐，这个高能已经发送了，担心是没有用的。不，你这个杯子怎么这么低啊？哦，我忘记介绍了，姐夫你好，我叫唐立奇，唐鑫的弟弟。你好。那个，其实我是你偶像。你是我偶像。说错了。没事，多少有点尴尬，没办法。姐夫，这个是我玩的手游，我给你演示一下。啊，姐夫，你设计那么好，这种射击游戏应该很厉害吧？唐立奇，不是姐夫啊。射击游戏，现在是电子游戏领域嘛，就叫第一人称射击游戏，超棒。唐立奇，你别演示了，他不会玩。姐夫，你不感兴趣啊？平时不玩这些，射击男神嘛，明白。不应该啊，你平常什么游戏都不玩？没事。我跟你说啊，这个 AK 特别厉害，唐立奇比 M4 厉害。我姐了一把 AK。你加到什么时候？那我得走了呀。我那个新番还有34分钟就要更新了，实在没办法陪你们了，来个橘子。姐夫，拜拜。姐，直播的问题出了问题，我帮你解决，但仅限计算机和网络领域，别的我真的不知道了。赶紧走。啊，行，路上注意安全啊。啊，住。姐夫，拜拜。拜拜。早啊，姐，上回那不是早。早。鼻子，怎么大家都看起来怪怪的，都不太想理我的样子呢？小糖糖，你怎么这么不小心啊？你不知道公司明令禁止小号直播吗？现在好了，被小爱给你举报了。我没有利用公家资源啊，而且我只是自娱自乐。小爱为什么要举报我？小爱怎么知道我用小号直播呢？你别管那么多了，当务之急是去向周总解释解释。求饶命啊！这也需要修改一下，这个指标里。周总，对不起，周总，我确实是用小号开了直播，但我没有利用公司做任何宣传，更没有谋取私利。来说来听听，为什么开小号？我也是迫不得已。哦，那怎么个迫不得已法？唐鑫姐，其实那天在射击馆我就已经发现了，但是怕，我就没敢说出来。你是不是对着沈清源没有办法好好说话呀？周总，
我确实看到沈圈聚会口吃，但是我已经找到用说唱解说直播的办法了，完全不会口吃，而且也能配合比赛节奏。昨天就是在用小号做实验，发现效果还不错。本来今天是想来找你商量的。都怪我，是我太心急了，一心只想着维护周总和瑞直播，没想到唐青姐这是在想办法解决口吃呢。周总，对不起，是我太冲动了，闹误会了。你做的没错，但是你口吃你怎么早点说呢？那口吃是那么快能练好的吗？还说唱直播？不行，不正经也不契合，不行不行。唐青，这件事情说大不大，说小不小，要不你就赶快治好口吃，要不你给我一个新方案，不然我也没办法。周总，您别生气啊，我觉得唐青姐她肯定也是有难处的，但是为了避嫌，我觉得还是把小号删了的好。我们继续吧。姐，你用小号直播呢？嗯。那你什么时候开始口吃的呀？有几天了。真不让我省心啊！别没大没小，我又不是故意口吃的。什么情况啊，糖糖？小孩刚找你没找着，让我给你递话，说周总提醒你把小号直播间删干净。周总把说唱直播给否了。